开始了，限时神将啊，限时神将。啊，这个装备可以买一下，这个也不贵。赤金的装备，这个、对，这个是这个哦，这些都是限时啊。好，买一下。这赤金神装，你们说要买，先买了吧。反正还送这个桌子84卡呢，贼爽。啊、这个就是神将不急，60个，这个相当于3块钱一个，这个很划算，买。领取，领取。直冲，冲完。然后还有什么要冲？在那，虎哥在这。贵族特权，我看一下。啊，贵族特权，买一下。VIP 5兄弟们，再冲一点到 VIP 6。充值里面，我们刚才是在哪儿买的？可以点活动，活动，活动，活动。哎，这个是可以接领是吧？对，可以接领。这个是每天这个天津四选一的哦。下面那个现这个应该很爽。嗯，这儿好。哦，这个对，这个不要搞。这个然后呢，就搞这个，就搞98现在。来搞两个，要弄就弄什么新出天津是吧？到时候慢慢看，反正我们这次真的是试玩。这个又是要买的一个主线基金。98票买，他给你送一个天津哦，直接送。主线打完他给你送。好，这个服已经有4个人买了。成长基金呢？为什么只有一个人买？还有个无双基金啊，无双基金也要买。好，看来哪个最划算？大家清楚了吧？这里有个限时神将，等你。对，然后先去飞点那个四处获取，再把那个300元宝的那个买完，花6000。OK， 刚好花了一半了。然后现在回到背包，然后点那个天津神将，就是可以打开272，选这个天津神将令。对，272抽兄弟们，都能抽个300吧？你那么小气的啊？300抽的话，咱再买98，限时商人。哎，等一下，这98划算的呀，198才给35个，这98给25个，98好像划算的，买了，买完兄弟们，198不太划算，明天来，好，回到主页咱们可以抽卡了，好，抽卡，好，各位300抽，哎，希望能帮大家抽一个爽的，然后还能领是吧？他充钱每充20块钱，还给你，对，还给你送10元抽，这就出了四个碎片，碎片值不值？啊，碎片的话100个合成一个，那这个东西算欧吗？不算，那怎么样才算欧？直接出了一个整的吗？对，直接出一个枕头算哦。150抽能出一个枕头是吧？150抽碎片能合一个枕头出来。碎片都是碎片啊。什么时候能出一个爽的呀？他那个运气好的话，一个10连抽可以出2个枕的。那运气可能我也不要那么好，我只要能出一个就行。我不要那么贪心，对吧？做人太贪心不太行。天津四选一，全都是碎片呀。对。哎呀，我运气不行，你来吧。这个活动非常拼钱是吧？先选一手啊。好，还有200。先来两发单抽，兄弟们。看两发单抽完，直接点10连出。牛掰。哎，真的还出了6个，还行，比我要强。哎，出了7个，越来越好了。哎，这情况不对呀、啊！奶一下，好啊，又是6个。再点两发单抽，兄弟们垫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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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一个10连，兄弟们。好，啥也没有。这个抽奖太坑了吧！这样的搞人心态，全都是碎片啊！对，你们出一个不是碎片的，可能没有洗手出哥。嗯，我负责洗头、洗脸、洗上身、洗上半身，下半身你自己洗一下，是吧？我们都清洁一下，是吧？可以给整个榜一给300碎片是吧？这应该是已经是榜一了。哦、啊，你这个东西还要扭一下你的鼠标。最后一百出你来吧。哎呀，这我觉得咱既然怎么都不抽，怎么都不出的话，我们就随便了。对，随便。反正都是，我们就佛系点。要是能出，他其实是该出的。好，他就是便秘对吧？梗住了，那就是不出，有问题啊，大哥。真有问题呀、啊，真的。你这在搞啥呢？老板出两个吧，一个不出。好，重新进一下这活动，就10抽，哎，也没有必要了。最后20抽。我的妈，王德发！哎呀，20抽走你，悬一下，可否悬一个？出来，游族不懂事啊，兄弟们！这游族看我充钱充多了，他就坑我。这个招商团要抽吗？这个10连抽不抽白不抽。对，在这儿400抽，325抽。能抽最好的卡是什么卡？赤金卡。哦，赤金是最好的了。对。啊，那这个抽了没什么意思是吧？新天津军事抽奖一个没出是吧？没关系。好，华雄，你看这个还有一个动画，那边连个动画都没有，因为他出枕了。明白，真的很容易出枕。成功，这是第一次出，应该都会放动画，后面再出可能就不会放了吧？再出就没有动画了，第一次出。所以这个动画且看且珍惜啊，各位。这你要开了要装吗？对，前往。然后你要玩哪国家就抽哪国家。大家说要玩五，因为我们这次预算十分有限啊，我们就抽5国。羁绊我们是不是要抽？随便抽，今日次数。羁绊那个哦，这是紫金将。紫金将，这个那么漂亮吗？对，然后赤金将更漂亮，它是红将进化的。天津的动画呢？天津动画合成也能看。好，你说要去抽羁绊的，要抽就抽群。好，被骂了，被骂我们就改，是吧？改，兄弟们改，兄弟们知错就改。我们听你们的，对吧？招将台，点阵营招募，点群雄，一共哪？不就是要抽这个吗？好，没关系。子弹看着好憔悴是吧？因为他昨天为这游戏殚精竭虑。兄弟们，我一想到能坐到图哥旁边，就激动的发抖，对吧？震颤不止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兄弟们，我都一想到我能坐图哥旁边，陪图哥一块儿播，我就夜不能寐，真的，兄弟们。好，这么巧，我昨天就没有睡觉。真的，我不是故意熬通宵，就我睡不着。
哎，又出一个紫金将，祸星虞姬，对，限制输出，哇，看着很漂亮啊，走，屠哥开一下咱们天津将，你看你看，他们说玩五国，玩五国是吗？那个派送特了，兄弟们，你们确定一下，确定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两个群，三个群，五国也有一半。我们就搞一个吴就行了，搞个吴吧，兄弟们，来搞个吴吧。以后我们要搞一个群，没关系。像弹幕上说吴的兄弟们比较多，好吧。以后我们开自己的服，我们每天就充个两三千都可以。这样，土哥两个都搞，好吧，可以开两个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的。这是赤金的动画。哇，天津什么赤金？这是天津的动画。天津的这个画的更清晰一些了。啊，再开个群吧，吴群混搭吧，兄弟们。那玩混搭吧，咱。混搭 ，OK。OK。然后在这边再开一个三十片，给他升下星。OK， 好。哦，装备。随便选，装备的话得按套，它是两百套一套，一套加成比较高。对，赤金的这一套，其实你可以两个两个开，你有九件。OK， 现在可以两个两个开了。你在做什么？刚好。昨天看来你是真没睡好。真的，兔哥，昨天我一想到能坐你旁边播，对吧？我就夜不能寐，非常的激动。我觉得这为什么要激动？你又不是坐我上面，你激动啥？哎，要不坐你下面也可以的，兔哥。不行不行，我下面有凳子，这个凳子还是很舒服的，算了。好，结合这个群雄的。这动画感觉有点拉，马腾的动画是吧？好，走你，身心进阶，该搞就不搞。把这俩上。怎么一天到晚脑子里就想上别人呢？不太行呀。少三二，你两百多万战力是吧？好，以后我轻轻松这个两百万亿战力是吧？应该很轻松的，只要玩的时间长。现在应该破一个亿了，咱们战力兄弟们。我们还差一点，还差，加油！你是 S37的大佬，好，到时候可以和我们一起到七里湖玩。对，兄弟们，到时候会一起来七里湖玩。到时候七里湖的人特别的多，到时候起个什么样的名字，大家可以提前想一想。反正不叫七里湖，比如说我们武魂觉醒叫做觉醒湖，我们斗轮术叫做天使湖。这个少三二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，可以和我们说一下。来吧，好，已经有小灿一顿十二亿了，十二亿战力了啊！我刚才还以为是一亿不到，结果是九亿，刚才现在已经是十二亿了。对，现在是，然后现在就快了，现在他开跳过哦，跳过，这个是一个就是一关是吧？哇，那这个好爽啊！这个最大不能吃吗？最大的话，体力会溢出，他每五分钟回一点体力。那你已经本来就溢出了呀？哎，用的快的很，哥。那早点溢出，晚点溢出，不都是一样？等到一用完，你又溢出了，你随时都溢出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为什么又不能跳过了？因为他是那个精英 boss， 末尾他有哦大 boss， 我知道了，貂蝉。貂蝉长得好 Q 啊！这貂蝉是几年前的画风了，现在他有好看的貂蝉。好，请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喜欢萝莉还是御姐？真的，兄弟们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成年人当然是我全都要啊！但是你没有足够的这个精力，对吧？你要只能做一个选择怎么办？哎，你就说你之前的女朋友更偏向于萝莉还是御姐？新疆没有萝莉。哦，那是御姐吗？对。哦，好的，所以你就跑来长沙了。对，我知道了。他内心果然是喜欢萝莉的，因为这游戏他就是，你看那画风你就知道，就是个妹控啊。没有图哥，我少三二就喜欢养男人。哦，你喜欢养男人，你把这种恶俗的癖好都说出来了，希望这个审核大大这个放过我们，这个不是我的问题，我这个下来教训他。有存在还是很爽的，这个些东西，特别是穿装备啊、提战力啊、上卡、这些东西，他比较熟悉。图哥不用动，我要自己全自动。我靠！完了，被压制了。然后三十五级才能开下一个兄弟们。哦，没关系，先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是咱们那个余光神剑帕塔，点个自动挑战，对吧？自动挑战比我还快。真的吗？这样子，这还爽的呀。小打死，一瞬间就没了。我先提一下战力吧，这样打不了多少层就停了。好的，听观众的，听观众的好吧？听咱们兄弟们的。兄弟们，咱们先给他进阶一下就。好，马腾看见这个进阶。我觉得等到他下一个天津上面再搞一个什么颜色的，我觉得好难。下一个颜色应该是九月份出，九月份或十月份出下一个颜色的，哦，因为天津最后一代已经出了。这样子，那这游戏其实也火了很多年了吧？对。新冠没有动，新冠是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个新宫。哦，直接加战力的。然后点的话应该先点五 G。好，加了多少万？加了10000000吗？加了一个亿吗？又加了一个亿。对。怎么这个加的话是加的比较多的？好，全体防御加，这个是加了5000000，刚才那个都是上亿的加，这有点假呀。搞个天武赵云是吗？天武怕是有点难哦，只能等到我们自己开服来搞。我们八月份会自己开服啊，别着急。天武的话，咱们出这个新手村第八天应该就能搞了。天武的天一价格是一样的。好，不是很贵这个游戏。这个扫荡进阶了，就直接进阶，直接扫荡。那你应该等级也升了吧？等级也升了，等级30级。三十几要升到35是吧？啊，大成功，加700000，大成功会跳级，对吧？他有时候这个玩的爽，自己当十次用，完了，
明白。幕后换的话，幕后我们就卡都没上齐呢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卡都没上齐，之后还会再搞的。兄弟们，现在三十亿了，先不下载，下播前搞到100亿吧，兄弟们。试试看，有点吃力哦。羁绊上场，羁绊上场，好，交给我羁绊在哪儿？然后图鉴我看到了，然后羁绊的话就在这儿，它有那个阵营光环，阵营光环就是，这是原则。哦，好，懂了。原加3000万这里，哦，明白。羁绊是这个缘分。哦，好。然后呢，到时候图鉴也能加很多是吧？誓言太死神，与太史。这金的是什么？加65%。这个金色的是什么卡？这个。对，这个是赤金。赤金，那上面那个呢？上面彩的呢？紫金。就紫金啊，就紫金，感觉我觉得这个紫金不比左边这个天金差。因为它那个效果闪得更花里胡哨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。不是赤金可以合成吗？好像没有，现在在背包里面，背包没有开，主要是。对，背包没有开，兄弟们，带开了。一个孙权开了，然后林克。好，你不是要给他们升一星吗？对，先把那个阵容起了，不是，就先把上阵几个人上了。好，缘分周泰。换金也不太够，说实在的，哪个国强？他们说吴国比较好。哇，这个换赤合成还是漂亮的呀。这游戏花里胡哨的，哇，这个画面舒服，对，非常的帅气。哇，这个唐三藏，这个是联动呀，对，这是联动武将，时空是联动的武将，这个就是联动至尊宝，这一个至尊宝，另外这个就是西行记啊，对，这西行记的杀星和唐三，哇，刚和我玩的那个好像啊，哇，牛掰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，我还说这侵权了，结果不是，其实合作好强啊，不是我打击大家，这已经30亿了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冲阵和掠阵，技能释放顺序。冲阵是最先换技能的，然后略阵的话不会开技能，只能增加一下冲阵技能的一些效果，哦，增加一个明白，好，和提升伤害。好，大概是懂了。走你。然后现在战力的话是来到38亿。我觉得这个画面能看到的，可以点开的，就是首页面可以点开，至少有30个东西。好夸张啊，这种游戏，那就太成熟了，熟透了。好，你这时间有限，只差13分钟了，13分钟到100万100亿，怎么到？其实充点钱能到，搞一套那个天津装备就到了。哦，懂了。但是没有那一套天津装备，应该到没有地方买，主要是。可以买吗？都给我看一下。扫完。好，那到不了100亿，军阀处置。什么军阀？先说一下。晚上8点继续来播。啊，行。今天怎么着都能捡到100亿，好吧 ？OK， 好的。是13445，是的，是的。这个30要这都买了。这个7295%，这个好夸张啊！超值7295%，明码。宫廷的这个元宝的可以买，元宝不值钱就 OK， 好，可以的。看这个198和68就没有必要。OK， 看这个神木馈赠的话，你看这个子弹将大家省钱了，超值4%，我操！啊，兄弟们，馈赠玩的不性价比，好吧？就是有智慧，玩的精是吧？像我没有智慧，我就全部都拉满了。没有，图哥拥有的是大智慧，馈赠是小智，好吧，兄弟们。你是在这获得什么？进阶石啊，35级，兄弟们，现在可以停了。好，走你，继续打主线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能加战力吗？这个是那个日常副本，加不了战力。那你在做什么？打材料。这个材料很重要吗？不是很重要。不是很重要，打这个干啥？晚上再来呗。那我就说你尽可能搞的战力高一点，看一看。我们都说了，来让璀璨教一下大家如何尽快的提升战力，对吧？然后你就开始打日常了，好吧？开始虚战，兄弟们。这确实是你的不对。好，你待会儿要记得请我吃一根冰淇淋，安慰一下我受伤的心灵，不过分吧？图哥请你喝咖啡，好吧？哎，不行，我要睡觉，大哥，我一晚上没睡觉，你请我喝咖啡，我到时候就嘎了呀！图鉴你能不能给他们弄一弄？我也想看一下，我还没看到过。图鉴 OK， 现在开点，能不能弄到50亿？兄弟们开点，兄弟们，其实这个还行啊，没有说很难点啊。你看就那么几个国家，很简单呀。没事，图哥这还有个点，这个非常有个点，没有很多呀，我看后面还要升星，我后面还要。我加了蛮多战力，没有看到是加多少万？加5000万、4000万。对，就点一下加。加3000万，40亿了，兄弟们，40亿了。对啊，那你刚才不玩这个，怪不得大家都在说图鉴呢。果然，观众们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你们谁来长沙，对吧？让子弹请你们吃冰淇淋，他欠你们的。真的，兄弟们，来长沙绝对请你们吃冰淇淋，好吧？蜜雪冰淇淋随便吃，兄弟们。再加点战力，能不能搞到45亿？五分钟搞2亿战力不过分吧？锦囊的话，哥们选的很早啊，兄弟们。哦，这个有的加，完了，一下就加1亿，我靠！这个眼睛看得快才行。52亿了，这个是加了11亿吗？对，52亿了，一下子加了11亿的，我操，这个是等级够了就可以加是吧？对，这个等级够了。这加了4亿，哇，57亿的贵，好夸张啊！然后看这游戏，今天真的是充2000，你其实可以搞到100亿，好简单啊！晚上我们来搞到100亿啊，各位，晚上8点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，兄弟们。对的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先下了，拜拜，兄弟们，拜拜。